者林美雪台北报道，金蓬莱尊古台菜是这次入选米其林一星的唯二台菜之一。主厨陈伯轩说，十天前接获邀请函就非常开心，列入米其林像做梦一样。我必须说，料理让我的世界非常丰富，所有工作人员也都受到鼓舞。金蓬莱是家族经营，陈伯轩是第三代。他认为料理需要非常大的坚持与热情。厨师一个人做出好料理不难，但一桌菜不可能只有一个人完成。如何让一个团队持续做出稳定的料理水平，是每个料理职人最大的挑战。所以我们能把菜色做到受米其林肯定，是我们最感动的地方，因为那是大家非常团结，建立共识才能做到的。很谢谢我团队里所有人，他们辛苦了。米其林一星餐厅金蓬莱主厨陈伯轩，又记者陈一宽社。